椿芽烘蛋。椿芽烘蛋是川菜中采用烘的方法烹制的一道佳肴。椿芽选用香椿树上的嫩芽，椿芽具有一种特殊的香气，加热后香味更加浓郁。做这道菜需用的原料是鸡蛋五只，香椿芽15克，调料选用水淀粉15克，味精1克，精盐2克，清水10克。做的时候，鸡蛋内加盐，加味精，打散。再加清水、香椿芽、最后加水淀粉一起搅匀。炒勺内打底油，然后倒入调好的蛋液，加盖，用小火烘烤。边烘烤，边沿着锅边淋油，烘烤透以后，必取油，放入盘中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椿芽烘蛋这道菜的特点是色泽金黄，皮酥里嫩，咸鲜香浓。